秀怀，手无厘米六尘不改，且怒且悲且狂哉，是人是鬼是妖怪，不过是心有魔债。叫一声佛祖是真假借，尘缘三际不分明难断。我要这铁棒碎不破，我要这变化乱迷踪，踏碎凌霄，放肆前来。自从我天河军搬迁以来，仁圣神将和诺迦三太子还从未来过，此次前来可得好好参观参观。说得好听，我们都来了几个时辰了，你到现在才出来，这也算是待客之道吗？元帅，仁圣此次前来乃受顾天王之命，要将这信函亲自交与元帅。顾天王有何要事，还得仁圣神将亲自送信了，真是折煞北辰，想必是为了昭圣神将的事吧。正是。这事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元帅，这件事情必定是个误会。顾天王亲自交代属下呈送信函，就是为了澄清误会。有什么误会，九霄宝殿上说便是，此事我已经禀报陛下，明日早朝自有分说。好你个北辰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明日若上报天庭，上下算起来不过几个时辰，可云域天港却是在凡间，也就是说昭圣神将会被关押多达几个月之久。你根本不想放人，擅自压我大将不说，现在让你放人，还在那里装疯卖傻，你真的以为我们九天门好欺负不成？北辰元帅，顾天王的意思是同朝为将，有些事不要做得太过了。北辰资质愚钝，听不懂天王说的话，犯了事就是犯了，没犯就是没犯，什么叫做过与不过？明日早朝若是陛下判决昭圣有罪，他便是该死，若是无罪，那便是北辰有罪，到时有任何罪名都可为本帅安上。本帅公务繁忙，两位若是想在云域天港多住上几日，我会派我的大将随行，若是不住，两位就请回吧。你仁圣告退，叨扰元帅，走吧。哼，元帅，我们何不用缓兵之计，先让顾靖出出家，这样一来我们也能探探他们的底。你想得到，这顾靖也想得到，论权术本帅自认不是他对手，咱们不如就实打实的，省了这些虚招吧。倒是这恶蛟王你们找到了吗？有消息报，在溪流之州。溪流之州？没错，消息说他逃到了黑魔王的地盘，且传闻黑魔王、恶蛟王、四兔王、腾魔王、密猴王、鱼龙王已经结拜。这天庭顶级的逃犯可都数了个遍，如今六大妖王结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如果光靠我军贸然进攻的话，恐怕这倒是个烦心事。天庭这些部队都指望不上，
还得亲自去探个虚实。石妖呢？他和杨岩兄妹的关系查得如何？石妖尚没有消息，关江口周边不妨严密，如今也查不出什么。查查北斗瑶光洞吧。这杨澜明面上是北斗瑶光洞的弟子，石妖可能也与瑶光洞有些关系。切记，查的时候，莫惊动了解空祖师。是。 这石妖不能留，否则必成大患。末将明白。元帅，末将还有一事请教。说。此次事件上奏天庭的文本里，要不要提及杨岩兄妹？他兄妹的事，就先剔除了吧。杨岩若是和顾静联手，对咱们也是麻烦。此次杨岩救他的妹妹，并没有亲自动手，也算是给我们留了条后路。 这条线还是先别跨越的好。末将明白。真不懂你们，又不是第一天认识那吴脑臣了，何必热脸贴他的冷屁股呢？天王的意思是，如果能息事宁人，就让他开个条件。哼，他会开个条件？不一定。天河军军备物资紧张，想必现在北辰已经快熬白头了，只是没想到。 他宁可继续承受，也要和我们死磕。现在谈崩了，只有看天王的谋略了。这招上也真是的，竟然自己贸然闯进恶龙潭。他还以为那个吴脑臣不会乱来，其实他犯起傻来什么都能干。这不是三太子和仁圣神将吗？ 我听说你们的云雨天岗碰钉子了，不是老夫好打听啊，只是这天庭之中，哪有什么不透风的墙啊？更何况北辰元帅大张旗鼓的去捉拿昭圣神将，老夫焉有不知之理哟！<笑>太白吉祥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是来看我们的笑话吗？非也。 非也，三太子，老夫是来替你们鸣不平的。天河军号称天庭利剑，九天门号称天庭尖盾呢。镇守九天门的任务何其重要！其实天河军随便到凡间抓两个小怪小妖能比拟的。但是啊，我最近听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叫做。 锋利的剑与朽坏的盾，这分明就是向九天门军挑衅呢。哎呦呦呦！你看，这句话我不该说，你看我这嘴呀，我知道就行了，我说他干什么呢？但是最近呢，我去云玉天岗协助天河军征兵，我听到天河军中有这么一句话，对你们很不利呀。 我是说还是不说呀？快说！天河军，他们说啊，就应该让北辰元帅掌管整顿九天门，还说呀，如果顾天王没有本事统帅军队，那他就趁早退位让贤。这话可就在天庭里悄悄传开了。好你个无脑臣，欺人太甚！是啊，今天他能去。 抓昭圣神将，那保不齐明天他就要抓宝塔天王啊！他们天河军60万，你们九天门军20万，北辰元帅有恃无恐啊！我九天门有弊端，他天河军就没事吗？等着瞧。赌局还在吧？在呀，我加码。 赌他一定会变成畜生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其实啊，我早就看不惯那个趾高气扬的北辰元帅，就应该有个人站出来，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嗯，那我就给你把赌注给写上了。啊，现在呢是1赔10，你要是赌他变成畜生的，再加20个零。
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有妖气。在哪儿？好像又没了。走。大王，圣母大人，都说了别叫我大王了。哎，您就是大王，再说您迟早都是大王，且先叫着。你怎么知道我迟早是大王？哎，说正事儿吧。是大王，来了不少天河军呐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恶龙城附近的天河军越来越多，按理说他们应该前两天就撤退了才对呀。他们来干什么？搜索。神也不知道他们在搜索什么，而且借着圣母大人的法阵仔细探查，也没探查出什么。搜索，也许就是在搜我的吧。他们会不会搜到这里来啊？这里地靠幽泉谷，是解空座下二弟子幽泉子修行地，他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去得罪北斗瑶光洞的。不过幽泉谷才是瑶光洞的地盘，这还不是。这次我们有多少人马跑出来了？还不少。九天门军舰上的几乎没事，提前离开的也都四散了，只是跟在你身边的几乎死伤殆尽。这几日天河军在四处搜捕，有些还没离开的应该是被害了。还是入谷吧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可以跟幽泉子说一声，希望可以让我们进去。不好了，天兵，天兵追来了。通知大家马上入谷。是。别走！快跑！快点！站住！跟上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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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后面跟上！幽泉谷，石妖居然跑到了幽泉谷。幽泉谷是北斗瑶光洞的地盘，不好惹。来人！在。你立即将此事禀报天刃将军，请求支援。是。正心，你随本将入谷探查。是。其余人等，在幽泉谷外布下天网，若有从幽泉谷逃出的妖众，格杀勿论。是。这些是，这些都是地府的动植物，白天是没有力量的。这些都是幽泉子移植过来的。如果你们想要活命的话，就不要随便动这儿的一草一木。幽泉子擅长的是阴阳术，也是与地府连接最紧密的人。就连解空祖师关于地府的事情，都要向他询问。听懂了，不能碰。别碰，那个是思乡花，黄泉路上随处可见的野花，鬼魂见到会自动绕开，但是人切记不能闻。不然就会陷入思乡的幻觉之中，到时候需要用灵力镇住心脉才可以解开。好了，走吧。明白了，小心点。弟子秀云，奉家师之命，在此恭候石师叔。杨澜师姐，幽泉子知道我们要来。这么多房子，前几日我进来探查的时候都还没有呢。这是家师备下的，家师说谷中奇珍异兽众多，若是让诸位自行修建房舍，恐怕难以分辨，不如先行备下，也省了些事。只是这地方不大，兴许有些拥挤，还请诸位不要嫌弃。秀云啊，依我
谢过幽泉师兄。师叔请。好。好。好点了吗？就那样呗。你还怨我打晕你啊？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一直带着他们吗？天河军已经知道我们进入谷中了，很快就会采取行动。我可以帮你逃出去，这些妖怪就让幽泉子看着吧。幽泉师兄的态度我还不确定，我要是走了，天河军要人，幽泉师兄凭什么护着他们？更何况大部分小妖都带着伤，我们现在还是先养伤再做打算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死不了。你迟早会被你自己害死的，在恶龙潭也是，在昆仑山也是，你当你有几条命啊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命大。你命大，不需要管了是吗？自生自灭吧你。哼。石头哥，我要跟你们住在一起。这里住满了，住满了，你懂吗？你说你个老鼠精怎么听不懂人话呢？没房间了吗？真没有了。那黑子跟你挤挤吧，反正你们两个块头也不大。听见没有？你的房间在哪儿？别乱闯，这个院子里住的都是了不得的人物，平日里别乱走啊。了不得的人物，石头哥我知道，杨澜姐我也知道，短嘴哥我也服。你嘛，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，我跟你说，你黑子，石头哥怎么了？有什么吩咐？这是小红的遗物，之前我一直帮你留着，现在还给你。这次回来没见到小红，我就知道她出事了，可是我却不敢问。我不问，最起码还能骗过我自己。小红她是怎么死的？在恶龙城，她为了我，被恶教杀死了。石头哥，我们一定要杀了那只恶教，为小红讨公道。黑子是吧？黑子兄弟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我把我房间里最好的位置让给你啊！来来来，跟我走跟我走。哎呀，听说你救了大王一命，大功一件呐！来来来，跟我走。石妖入了幽泉谷，要告诉元帅吗？无需上报，传我命令，军舰开往幽泉谷，把紫云碧波潭全部兵力调往幽泉谷待命。是。参见北辰元帅。多礼了，飞龙将军。不知陛下急宣北辰所谓何事？陛下的心意，微臣怎敢妄加揣测？天河军都统，北辰参见陛下，愿陛下万福。北辰辛苦你了。为天庭，为陛下，无所谓辛苦。你的奏折朕已经看过了，就在方才顾静刚刚离开，但朕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大将犯法，评断之事非臣之分内，臣不敢妄加论断。已经将你叫到这里来了，就不必像朝堂上那般拘束，起来吧，说。大将勾结下界妖怪，已属重罪。此次勾结的，又是那通缉榜上赫赫有名的恶蛟王，牵连甚广。如今，弄得九天门上下人尽皆知，丢尽我天庭脸面。若是查实，理当论斩，以儆效尤。嗯。
朕也问顾静对此事该如何评断，可这措辞与你的略有些出入，你想听听吗？九天门一系出此等事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，定是积弊所致，各中缘由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，往后定然要倾力整顿了，但若是对此事追根究底，定会动摇军心啊。如此论断，北辰你意下如何？臣以为若是乱世更当用重典，此乃凡间官吏皆明白的道理，顾天王这番说法若是传了出去，那天上地下的仙家恐怕皆难苟同。身为九天门的镇守天王，事到如今不知道检讨自身，反而找借口开脱，实属不当。朕以为九天门击毙之事顾静不查，自然脱不开干系，他也直言甘愿受罚。朕已传旨将扣他两年俸禄，官降半级。可这天降与妖王勾结之事，令天庭毫无颜面啊。可这顾静所言亦不无道理，朕所思如何取一个折中的方法，既可以惩戒昭圣神将，又不失天庭颜面。北辰，你有何良策呀？臣资质愚钝，还请陛下明示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即刻回去放了昭圣神将，朕下旨赵子云碧波潭兵败之事定他个统兵不利之罪，扣他十年俸禄，品级降至三等，姑且留他履行现职，戴罪立功，如何？那么容臣斗胆问一句，这勾结妖王一事又该如何处置？勾结妖王一事朕自有定夺，若是有人提起的话，便说是奉旨挑拨妖怪之间的关系，行剿妖之实，你以为如何呀？臣自当遵旨。北辰，这些年你为天庭率领天河军征战四方，对外力压凡界妖怪，战功赫赫，对内极力除旧弊，政绩斐然，这些呢朕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朕正想该如何犒赏你，但这次你就先受些委屈了。为陛下鞠躬尽瘁乃臣之本分，臣不敢谈委屈二字。你这么忠心实属难得呀。哦，那月树上你的那颗花蕾到现在还没有凋谢，你现在若是改变想法，朕依然可以给你施法将它修去，你可要慎重啊。臣还是那句话，男子汉大丈夫不朽。也罢，树上的花蕾可以修掉，而心中的花蕾则修不掉，只要心中的花蕾还在，这花早晚都会盛开的。北辰啊，朕可不想失去你这员大将啊。多谢陛下提点，北辰自当铭记在心。嗯，朕听闻你征兵剿妖资金已经捉襟见肘，这些年你带领天河军鞠躬尽瘁征战四方，那府库下月拨付的金经多加一倍，如何呢？微臣待六道众生
感谢陛下圣恩，微臣告退。此次招圣神将的事，竟然对元帅的打击如此之大，如此窘态，从未见过，真是难为元帅了。太白寄星要对付他，如今就连九天门的顾天王也对他不满。看他今日之模样，必定是在陛下那里受了挫。这花蕾终究是个隐患，不能让他再因为我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。霓裳姐姐，姐姐，我是来和你道别的。怎么了？太阴元君点名要派我去采摘彩霞，做成彩霞衣。可是彩霞寺地处偏远，我往后可能是不能和姐姐见面了，也再也见不到很帅很帅的北辰元帅了。往后这样的日子肯定特别特别难熬吧。这样吧，一会儿呢，我去救太阴元君。我替你去彩霞寺。可是每采一缕彩霞都要被烈日灼伤一次，姐姐你不用替我去的。我知道收集彩霞颇为危险，但是我去过那儿，知道方法，我去总比你去的好。姐姐你待我真好，我们姐妹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我不会让姐姐替我去受苦的。不就是彩霞丝吗？我和姐姐一起去，只要有姐姐在，在危险的地方我都不会怕的。去吧。天河军就在外边，这幽泉谷恐怕待不久啊。中了化骨蛇蛇毒，必须要马上急治，否则全身溃烂而死。是是，圣母大人，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？没办法了。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来，抬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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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抬！老年，过来，快，跟我来。还有谁？啊！你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看一下你的伤。我好了，不用治，不用治。真的吗？好了，好了。啊，这好了。哎，我说杨澜，你就不能用温柔点的方式吗？不满意啊？不满意你自己来。还是圣母大人做的好。圣母大人，您来吧。哎，对。哦，对了，我会在这建个丹药房，以后疗伤的丹药都是我来炼。记住，不要让他们乱跑，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
在我们这堆妖怪里还有会弹古筝的？这儿的虫子还真好吃。李汪，大王，这谁在抚琴呢？哦，抚琴，没听到琴声啊。又有虫子了。难道是到了炼神境，我的听觉飞跃了？虫草。师兄弟们都说你性子野，今日一见，依我看倒也未必。能够静静坐下来听我一曲的人，即便是野，也有个度。至少三师弟丹童子，他就没这个心性。师兄高看了。不过师兄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听得入神，不是在打瞌睡啊？师兄虽然看不见你的脸，却听得见你的心，自是知道你听得入神了。师弟，这是师兄送给你的见面礼。阴曹地府各位司职。师兄，你都知道了。这三界很大，咱们的师门却很小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此事牵连的范围极广，现在师父的态度又不明，恐怕很多事以后只能靠你自己，我们也不便直接出手相助。师兄，我听凌云师兄说，在众师兄中您最懂阴阳术。我有一事想请教，不知可否？说吧，若是知道，必言无不尽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是只金丝雀，已经化形了，可如今死了，尸骨无存。我想将他复活，我该怎么办？啊，还有，他的魂魄下落不明，有办法找到吗？他叫雀儿，对吗？我得提醒你，此事牵连的范围极广，恐不是一朝一夕可成。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。若是因此要与天夺命呢？那便夺。若是九死一生呢？万死半步不退。
但以后我要出海去看看更美的风景。那如果我陪你去可以吗？有你陪当然最好了，山高水长路遥遥，有你的陪伴我可求之不得。那你一定要记得带我一起啊。齐来山，我不想离你，离你太远。我说过要救他，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。如今就算用我的命把他换回来，我也会换。你要救他，这值得吗？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他把生命都给我了。我如今能给他的，只是虚无缥缈的承诺。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，一块残破的墓碑。所以这承诺我必须兑现。就算九死一生，我也必须扛住。如果谁想要阻止的话，就算是天帝，是无尽生存，甚至是师父，我也会跟他拼了。你不信啊？不，我信。我只是在想，当满天的神仙知道有人捅破天，竟是为了向他们索要一只平凡无奇的金丝雀灵魂的时候，会是怎样的神情？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世间万物都是能量体，无论人还是妖，只要心中充满情感，是一往情深还是遗恨千年，这种执着的念力会引导他走向新的一生。新的一生？是的，古往今来都是如是。情感的能量太大了，绝对超出我们的想象。一念善可拯救世界，一念恶万劫不复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，我们要珍视每一个相遇，感恩每一次相助。依我看，去而拼尽一生，就是为了辅佐你，唤起你内心的使命。这种付出本来就不需要回报，但需要你不负他的信任。那我想知道，如果我拼尽全力修炼，是否就能兑现我的承诺？理论上这是肯定的。万物生灵生而平等，都拥有一世情缘。有的浑浑噩噩无谓地消磨此生，有的则历经坎坷搏未来。所有的努力都不会消散在空中，都会转化成永不磨灭的精神的能量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月有阴晴圆缺，仙妖有悲欢离合，天亦有不测之风云。虽说天道时的灵力亘古不变，但也有变数横空出世。究竟是顺应天道，还是遵循内心，倾听内心的召唤，这将是你的痛苦的选择。师兄的意思是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正是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师弟可想好了。师弟，
这幽泉谷你便住下，没事多回去看看师父他老人家，老头子嘴硬心软，其实他还是默默关心着你的。他身上带着我的玉器，应该没有走远，你们好好找找。是。伤还没好就到处乱跑，真当猛兽都是假的？他不会触动天网，碰到天河君了吧？走。哎，你去哪儿了呀？对不起啊，我就想到处逛逛，溜达溜达。你要再这样的话，我就找个笼子把你关起来。走。走了。这面谁做的？我呀。你不是说你厨艺不错吗？这面的味道怎么怪怪的？怪什么怪？赶紧吃。皎洁逃不过阴晴圆缺惹人怜，蝶翩跹飞不过曾经沧海变桑田，我飞越上下五千年，仙界与人间，我经的火焰。